请收看慧律法师博学讲座。修行佛道的人，你要一定要记住无争，还有很重要的心要柔和，要尽量的宽恕众生，忍辱，这个忍辱一定要通达空性跟无相，否则忍不下来。第三叫微动，微动就第七意识一根，也就是前第六识的根，所以这个叫做一根，又就是生灭心。那么这个一根四心，这一切时中都起这个维系刹那生灭的心，也就是恒，也就是粉的资粮。但是前六识呢，念念有间断，第七意识生灭心从生到死，刹那刹那念念生灭不停，覆盖着原来的念目，就是我们的本性，所以就是恒行无明，永远的。所以这个我执很难断哦，法执就不必谈了，法执是菩萨断的了，我执是很难断的，恒行无明。这个无明要分成知末无明跟根本无明嘛，这知末无明就是我执嘛，根本无明，这个知末无明分两个嘛。第一个就是这个阿罗汉所断的，对吧？这个我执，啊，菩萨所断的法执，到最后根本无明，就是啊，等觉菩萨所断的根本无明。所以无明又分成三种，啊，见识无明、尘沙无明，还有根本无明。那么见识跟尘沙是知末。根本无明就是根本无明，第七世戴了无明的见穿的眼镜，我们所讲的太阳眼镜呢，戴黑眼镜呢，而观察第八意识的见分，意思就是说第七意识没有境界可言。我们说八个世严格比丘身意摩那是阿赖耶识，都有见分相分智证分正知正分，八个世四八三十二嘛，第七意识没有境界啊，那没有境界就必须以第八意识的见分附着在第八意识的一份执着，就是我们所指的第七意识。换句话说，第八意识的见分跟相分本来是和谐的，不是对立的，就是精神跟物质并没有分开，但是因为我们第七意识的强加分别，就是把这个第八意识的染分那一份染污染，就是成立的我法二执，就强烈的分别说山河大地是我的啦，这是我的啦，啊，就我在主宰啦，就强加分，本来无我，现在变成我，所以把第八意识见分跟相分强烈的分开来，那也是第七意识的执着。所以第七意识以第八意识见分为自我，本来非一，他误认为是一，是吧？本来。是无常，他认为是常；本来非片，他认为是片。啊，本来不主宰，他认为有一个主宰的自我。非一的意思就是说，有一个存在性的真正的自己的。其实这个都是假的，他误认为这是一嘛，我的嘛，这个宇宙随我而转嘛，啊，这个非一就是事项上有千差万别。他都认为这个是通通是属于他的，本来无常，他认为是常；本来非片，他认为是片；本来不主宰，没有能力去主宰，他认为是主宰。所以说啊，骗一切处执着，非片就是骗一切处，骗一切处执着，都是他的。执第八世为我。生出一个我执，就是我见，那么也就是虚妄的见。为什么虚妄的见？因为这个我本是虚妄的我，当然生出一个虚妄的见。所以啊，女孩子长得很漂亮，她自己就看自己镜子，这自我着迷。看到自己镜子，你真是造业，怎么长这么漂亮？有一个
我们以前有一个来这边出家的，来出家第一天来跟我谈，我家住下来，我觉得这个杀气很重，还有就是世间的俗气很重。然后第二天他来跟我谈，第二天来跟我谈，那就说，师父啊，我有个困扰。我说你什么困扰啊？他大言不惭的说，师父啊，我就是这个女人哦，很有女人的眼，我就是长得太英俊了，我这样带给我很大的困扰，我有好多的女朋友，然后我来出家都会障碍我。我说你不要脸，你晒得无讲伊安尼困扰，哇！你咧讲这咯，你讲安尼咁对？对，做无几工，迄阵我就想，这个无要甲剃头啊。这个人讲起话来，他还误认为自己，就是说他长得很英俊啊，他是怎么样啊？有多少女人爱他啦、啊？这个叫做犯了自恋狂，自己在跟自己谈恋爱，就是自恋狂。是吧？后来他自己走了，这个啊，也是很糟糕，很糟糕。他还自己称赞自己长得很漂亮的，人家我们以前没有人讲说我们长得很漂亮，我们都讲我们差不多。你为什么不用差不多呢？为什么要用这个长得很漂亮呢？要妄见，所以因为你有妄见啊，以非为是，执无为有。是我之为根深的蒂固，不易拔出，乃是生死根源，无明心识。那这个生灭心，我们强名为七识，其实为八识的动念。略举一个比喻，八识如大海，前七识啊，就像波浪。那么根、境还有坐意，根、境、坐意就是识了哈，根、境、识六根。净就是六尘呢、啊，坐意就是六识啊，等如狂风，中之像水流，水流是卧底的嘛，水流就像卧底一样啊，随时啊，大风一吹，海浪就起来，境界一吹，我们八识田中的烦恼中之就起来，所以我说，能够走修行的路线，是尽量走修行的路线，没有家庭之累，是我们的福报。如果有家庭之累，我们可以关照，我们是也是另外一半就是我们的善知识。正因为我们有家庭之累，我们更应该精进的修行，更应该精进的修行，所以也不愧是善知识。那么因此，无论有家庭没有家庭，我们都要赶快精进行道。所以，只将第七世、第八世之关系如表，第八世如大海。种子像水流，是吧？有种子像水流，前期是一现前就像波浪的。那么根茎作为一种狂风一直吹，狂风一直吹，大海里面有水流，水流就产生波浪，所以这个图一看就清清楚楚。因此，我叫诸位要远离恶知识，远离俗家。那些不学佛的人要远离他们，我们要亲近啊这些善知识们。你发现那个人会造口业，会挑拨离间，你就一定要赶快远离他。境界会困扰到我们吗？啊，困扰到我们。第四，为中为动。第八是最维系动念。含而非审的思量，那么第八识被前七识之现行法，就是起现行，现行又熏种子，所以这现行法所熏习，所以名叫无明障识，就是蕴藏着很多的无明，就是与无明障识为中之为，是第八意识的最维系的，我们所讲的最深相无明。就大圣喜心论里面讲的，就是生相无明，
那么唯识邪有天台讲的就是根本无明，那么被前妻是那个染污法所熏习，落入第八意识的无明种子，有一天我们会起来。所以因此我说，我们不清净的念头、杀害人家的念头、挑拨离间的念头，通通不让他起疑心。我们宁可让人家欺负，我们也不报复。我们了解就知道就好，清清楚楚，然后我们享受我们内在宁静清净的生命，千万莫使他这个种子啊存在我们不必要的念头里面。四十二页，万法概况以及部分解释万法为识的道理。那么三分体相用，体呢就是法性空，相呢是现境假有，用呢是生灭，底下一个变。体法性空就是我们的本体，一切都是空性的，充满着智慧，智慧又不是任何东西，它也不可以用尺寸来量，也不可以用六根来感受，也不是任何的语言，任何的外向。那么他就是说清清楚楚的平等心，不分别心，你要说他什么他都不对，你要说他什么不是，他什么都是，只是悟则会，不悟则不会。有具悟的人，他就能够在十八界里面应用，所以六尘不二，还同正觉，体遍虚空。所以在唯识学里面讲，性是周遍法界，本性更八识的这个第八意识，整个法界都存在的。换句话说，我们为什么不能了解无量无边的山河大地？因为我们的无明不断。既然性是周遍法界，那么无明也是不是也是遍一切的法界。你到哪里悟到，哪里就有你的真正的自我。你要哪里不悟到，哪里都是你的无明。是体法性空，相现境假。我们现在的现象啊，都是假的，都是因缘和合的，没有一样是真实性的东西。你硬要把这个假象的世间来当作可追寻的有幸福有快乐，那你总有一天会痛苦的。所以学佛就像是一种打免疫一样的，什么事情又骗不了他，金钱失去了，他知道这个是无常，不会痛苦。你拥有了一切金钱，他也不会骄傲，哎，这不是我们的。当你了解这个世间如梦幻泡影的时候，你的每一分每一秒就等于在修行一样，其他的就看你怎么运用这个境界了。你硬要把这么假的世间追逐执着，那痛苦谁也没有你的办法。你痛苦也是过一天，你自在也是过一天，看你选择哪一种日子过。用
是生灭变，一切的作用都是无常的，都是无常的。今天看十年前自己觉得很无知很幼稚，父母亲劝我们我们不听，一样的，你现在执着或者是错误的去选择某一件事情，将来也会留在你心中产生一种阴影的。这个世间不值得我们这样子去追逐的，也不值得我们这样去痛苦它。这个是幻灭因缘业力果报而来的色身境界，都是短暂的东西啊。再来，色跟境起这个作用，从现在开始要发挥这个相分、见分、自证分、正知证分。你能听多少算多少，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稳住你的内心，好好的听讲。心所四分说明，心所是指心王跟心所，简称心所，刚好这个名词跟心王心所的名词一样，其实这是两个合合的。心所四分说明，那就是心王跟心所。所以这个没有法师来讲，你永远不可能了解说这个心所到底就是跟我们所讲的心所一样，不，就是心王跟心所，简称心所，意思就是八识。眼耳鼻舌身意摩那是阿赖也是，还有51个心所，通通有这四分。哪四分呢？相分、见分、自证分、正自证分。相分就假出前有形，就像我们这个境界啊，有这个形象，平常来讲就是物质啊，或者是讲山河大地的相分。见分呢，已出力无形的，那是我一般我们所讲的，就精神啊，见闻觉知啦、啊、八识啦、啊，一切的贪嗔痴啦，凡是精神作用都可以讲见分。自证分跟正自证分，这一样是心法，一样是心，但是自证分跟正自证分的作用与见分呢并不相同。相分跟见分这是外面的，自证分跟正知证分这是属于里面的。所谓外面是说已经变现成对立的精神跟物质，自证分把笔拿起来，这个正的旁边用个括弧写一个体，就是我们的本体，就是我们的本体。自证分就是我们的体性，简单讲，当我们的体性清净的时候，它本来没有所谓的物质跟精神，都是一片清净心，即而常照，照而常即。所以佛法是什么法？它既不是唯物，也不是唯心，也不是心物合一论。你要用勉强一个名词儿来形容佛教的精神，那也只能说佛教叫做绝对的唯心论。绝对，这个绝对就是说它是清净心，究竟不是任何世间的对立的东西，
就是绝对的唯心论，讲的一切都是心的，一切都是心。我们因为不悟到这个自心，所以我们的妄想就造成了我们的业力，就是无形的心这个念力强，就转化成有形的物质。那么这个物质就产生各种层次面的不一样，层次面的不一样。你比如说阿法射线，或者是伽马射线、贝塔射线，或者是红外线、紫外线，或者是我们指的光线 X 光，我们的肉体这个电子质的终极到某一种程度 X 光可以透视，骨骼它就没有办法，所以能够看到人体的骨骼断裂、脑壳断裂破碎。换句话说，这个宇宙当中的物质，因为我们的业力的事意识无形的这种酝酿，产生强烈的执着，简单讲就是我们等于说压缩一样的，压缩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空气当中有水，我们可是我们见不到，我们这个业力也是无形的，可是用你用另外一种形式，它就会变成有形的出来。这个就是转换，在物理学上叫做就是所谓的职能互变，也是用这样子来解释。能 energy 可以我们是讲是业力业事所转，本性变了就是业事。有物了就是我们的本性，由我们这个业事，由维系的一直分别强烈的执着，产生了人生跟宇宙的对立。其实这是本身是同一体的，这是我们看到的明明是山河大地，明明就是桌子椅子，明明就是墙壁，这跟我们晚上做梦一样的。当你晚上做梦的时候，你也认为梦境是真的，要不然你在做梦当中你捡到钱就不会高兴了，你在做梦你就清清楚楚，其实我这个就是做梦嘛。可是我们在做梦当中，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在做梦，就如同我们白天一样，我们现在跟大家一样就认为这个就是真的嘛。啊，其实这个还是如梦幻泡影的，只能用这样子来比喻。所以这个自证分就是见分跟相分没有分开，还没有受到业力的牵引的时候没有分开，同一体性的东西。所以利和同证两方啊，写契约书啊，甲方出钱有形，乙方出力无形，来写这个合同啊，利合同证明这个两方。政治政分呢叫做官判合同，那这个怎么样才能产生有效的合同呢？要经过法院判定才生出这个法律的效用。底下一个二分互言不须第五，就是自证分为体，政治证分就是作用，政治证分为体，自证分就是用，互为一元就是互为体用了。主说相见属相啊，二正属性，相从性生呢，举蜗牛意，二正互圆，举全为高低意。相见属相就是相分跟见分，这是属于体相用里面的相。为什么呢？因为见分也是由无明制造出来的，无明就是相，虽然讲它是心法，但是毕竟来讲也是相。
讲相分来讲，是因为业力太强了，转变不可改变的山河大地人生，转宇宙清净的四大变成业力的四大啊，所以变成坚持我们身体所依住的山河大地，就变成相，感应的这个相的这个报应。其实见分的精神作用，相分的物质作用，其实还都应该会归于我们的心，要不然讲怎么万法为事呢？二正属性，二正就是自正分，正自正分，自正分里面有一个正，正自正分也有一个正，这个是属于啊这个诸法三分当中属于性，本性，本性，本性当然就是无形的哦。相分就是境界了，见分就是物质了，那么这个是属相，就是外在的。二正属于性，就属于内在的，所以相从性生嘛，那个万法唯心嘛，就是这个意思吧。举蜗牛喻，举这个蜗牛来比喻，这个蜗牛当它缩进去的时候，你只看到一个躯壳，一个蜗牛的壳。哎，等到没有人去动它，它慢慢慢慢的把它要走动啊，啊跑出来。哎，那个头上面就有两只脚。那么这个两只脚，它一碰到危急的时候，它又会缩回去，那其实缩回去还是卷成一个体而已，卷成一个身体而已。那么意思就是相见二分到正悟断除的烦恼，那么就变成唯心所造。简单讲就是相分跟见分，所谓的物质跟精神，都是来自于我们的无明。来自于我们的无明。二正互圆举拳为高低喻，二正就是自正分，正自正分，互圆互相作为因缘，举拳就拳就是秤子啊，拳在以前的名字叫做平衡作用，叫做拳，那么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秤子。那么以前的秤子啊，是两边的，两边的，放左边，放右边，哎，左边高，右边就低，右边低，左边就高。所以二正互圆，举拳为高低喻。二正互圆就互相依靠，用正直来比喻的话，左高就右低，右高就左低。你要自正分当体，正自正分就是当作用，正自正分当体，自正分就会当作用。那么简单讲，有现象哦，现分相分见分收回来就是自正分，自正分谁来证明它？有一个正自正分，正自正分又有谁来证明它？也必须有存在自正分来证明它，那就不再列举第五个了。好，现在把这一张拿出来。你们从来没看过这样圆圈圈的，反正也看不懂他在画什么东西。从小学到现在没玩过这种圆圈圈的游戏，
看也看不懂，问也不晓得问谁，学院长也不懂，法师也不会，所以要好好的注意听，听几分就算几分。我们先看第八式大的圆圈圈。这个大的圆圈圈呢，就是我们所谓的第八意识。这第八意识就含藏了一切万法的种子，各个种子都必须有它生出的因缘。这个圆圈圈要是证得佛果的，里面就空无一物，所谓的一真法界。要是迷了的众生，就像这个图一样的就显现出来咯，什么答案通通有咯。所以成佛这个圆圈群里面就空无一物，既没有所谓的自证分，也没有所谓的相分，也没有所谓的见分，也没有所谓的前五识，没有所谓的第六意识，也没有所谓的第七意识，也没有所谓的第八意识，这个全部都转了吗？而这个全部都转了，就没有这些名词儿。而这还没有转的众生为以前，那么就必须有这些名词儿。这些都跟我们生命当中都是息息相关的，你逃不过这个。但这个不是念世间学问那么容易的，世间容易是自己的观念的，这完全是心法，唯识是最难，因为它全部都是讲心，心一看看不到，摸摸不到，只能用意会的，然后慢慢去修正这种以前对人生宇宙的诠释的观念，有了这个心法，那就是彻底的。所以这个心理学家他只能研究到第六意识，他怎么样就是不知道有一个第七意识，也不知道有个第八意识，这个太维系了。所以第六意识的深入在心理学讲叫做潜意识，潜水艇的潜意识，他哪里什么了解什么第七意识第八意识啊，这个要没有佛研究佛法这个深入的唯识学，听都没听过这种东西。好，这个第八意识就是所谓我们迷了一真法界，迷了绝对的本性，变成了无明，就有第八意识啊，那也是这个名词。好，注意看右边，第八意识的旁边有一个这个本质相分，有一个本质见分。为什么加上一个本质呢？为什么加上一个本质的相分？为什么加上一个本质的见分？见分就见分嘛，干嘛加一个本质啊？相分就相分嘛，干嘛还加一个本质呢？这个本质的意思啊，就是第八意识的一念无明化作精神跟物质，开始产生这个根源出来，意思就是非常的维系，非常的维系，非常的维系。见分的本质还有相分的本质，这个不是凡夫所能了解的。好，我们现在看最上面，最上面右上角有个前无识，有个见分。我不是说吗，眼耳鼻舌身意摩那识阿赖耶识，这八个识每一个识都有四分吗？我不是讲过了吗？现在来看前五识的四分。好，前五识见分，
一定要攀岩向分。前五识是精神作用咯，他一定要有境界来使他攀岩咯，而这个境界又是由第八意识维系的境界在转换一次的相分。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前五识的相分，就是第八意识相分的种子，但是并看到的并不是本质相分，所看到的都是影像相分。所谓影像相分，就是不是本来的面目，就是所谓的我们没有办法了解那个维系的无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都是由强烈的业力转变成粗糙的境界，而这个境界是经过第二次转变出来的。比如说，当我们眼睛看到这个境界的时候，我们是第一次的无明。我们把这个照相起来，拿回去给没有看到这个境界的人，这个第二次境界的人看到的却是相片，这两个人是一模一样，但是所看到的那已经通过一层无明的业力的强烈的转变，所以把整个的本质相分变成了影像。因此我们凡夫看的只是无明里面的一种影像而已。就像你如果了解眼睛的这个视这个、光学，你所看到的只是一个眼睛的影像而已。你说我们这照相机，照相机还没有照的时候，我们看的这个东西，对不对？这个看的这个里面的，就是一个影像而已，不是真实的世界，不是真实的世界。好，这前五识的见分，前五识见分，他看到这个第八意识转化出来要给前五识攀缘的境界，就是我们每天在看的山河大地一切的境界，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前五识攀缘这个相分。但是这个相分已经透过啊维系再转变成粗糙的，就是由本质的相分再转变成一种相分，就是所谓的影像相分，不是真实的本质，来给你前五识攀岩。所以我们今天所看的山河大地，包括一切的建筑、马路、公路，一切的通通是影像相分。换句话说，都是我们心里的一种作用，无明的一种作用。你眼睛一定要看，它就变现一个境界给你看，你就非看不行，我就变现一个境界。可是这个境界却是以无明的力啊强化转变而来的。好了，前五识就是我们所看的实实在在的境界。因此前五识的虚现作为看见分，就是五识能源的种子，我已经讲过了。八识各有八识的种子，六根有六根的种子，那都有各自的种子。心王有心王的种子，心所有心所的种子。所以这个见分是五识能源种，五识能攀缘的种子所转化出来的一种精神作用。相分是无识相分，这个无识相分是透过第八意识的相分种子在转换另外一个相分来让前五识攀缘的。所以相分的本质的右上角
还写一个相分，画个圆圈圈比较小，换句话说是一转第二次，转第二次。那么简单讲本质相分，那必须要在等觉菩萨维系的断最后的无明才能看得清清楚楚。我们今天看到的确实是已经转化成浮华不实的境界，而我们却没有办法去了解它。好，诸位再看第六意识。第六意识它发两个见分，这个倒不是说这第六意识是有两个，不是，是说就它的作用来讲，它一方面要配合前五识来看这个境界，所以这个相分的本质，这个本质相分幻化出来的相分，第六意识同样在作用。简单讲，你看到境界当下就贪爱分别，意思就是第六意识也掺杂在前五识里面，叫做五俱取识。五俱取识，所以这个见分攀缘，这个相分，也就是说山河大地当下就加入了分别。比如说你眼睛看这一朵花，而这一朵花眼睛看就是啊，那么这个前五识看，前五识必须要附着一个分别，哎，这朵花很漂亮，我把它摘回来，就产生第六意识的分别心的见分作用。所以前五识有一个见分攀缘这个相分，哎，第六意识也是一样要有这个见分来攀缘这个相分。换句话说，第六意识左边上面这个见分就是五俱取识，与前五识配合起来要看这个境界的。所以看虚线，第六识的见分就是第六意识能源种子，就是我们第八意识里面有第六意识的能源的种子存在，就是所谓的第六意识的见分。这个相分，因为第六意识一定要看呢，那一定要有境界配合，以前五识起来，那它就必须有第六识是相分种子，第六意识的相分种子。第六意识的相分种子你从哪里来呢？也就从第八意识的相分种子转化而来的，转化而来的。所以前五识有前五识的相分种，哎，第六意识有第六意识的相分种子。所以说第六意识配合着前五识所看的的同时出现，但是也会有稍微的判断的不同，因此你看的分别心跟我看的境界也就看法有一点不一样，因为我们第六意识通通分别心重轻完全不一样。你看到那一朵花那么欣赏，因为他前世的第六意识就是非常欣赏那一朵花，可他并不欣赏这个花，花摆在他前面的一点作用也没有啊。他前世啊就喜欢看电影，他喜欢看电影，你放这个电影给他看，他高兴得不得了，他根本不喜欢看花。所以同样的东西会产生千差万别的分别心不一样，就是因为前世的业力不一样。前世的因缘果报业力存在完全不一样，有的人一听到佛法他把这个当作是自己的生命，有的人一听到了佛法还很可惜的把它放弃，还认为这个是无聊，
消极悲哀。这个因为因缘果报不一样，所以境是一样，心情完全不一样。一个人死的老婆，再大的花言给他看，他完全没有兴趣。所以一个人的念力啊，就是一个最重要的。我这几天呢，看了一部这个港剧啊，我看这个闭路电视啊，跟你们看的是不一样的。我看了这个会悟到唯识学的这个意境啊。我看到这个编剧怎么编的，我不是在看那个电影的。他这个是这样描述，说一个武功盖世的英雄好汉，那个姓胡，编剧是这样编嘛，是吧？这胡飞，他是英雄盖世，他是刀法，那个胡家的刀法是练到炉火纯青，就没有敌手。嘿，他就爱上一个什么？一个小女孩。因为这个小女孩，她是从小就被她师父捡到寺庙，因为她的母亲碰到危险的时候，是这个师父来教的。这个尼斯啊，这个尼斯拿了一个帮书啦，哎，人家杀死他的母亲，哎，这个师父就来，尼斯很厉害的，唰唰，刀子飞上天空，啪，就把他弹出去了。然后就一个小女孩哇哇哇就把他捡回去了，捡回去以后就教他武功，这个人是武功高得不得了。然后啊，就是放他要寻父亲的，要杀死他母亲这个仇人，就是碰到了这个男主角，就碰到这个男主角。这个女孩子，她从以前她师父就一直交代她说，感情这个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师父能够教你武功，但是实在没有办法教你怎么样摆脱这个感情。你要好自为之，要苦要乐，通通是你自己的决定，是吧？那么他这个胡大侠戏的主角就爱上这个，他这个以前呢，师父就教他这种事情，所以他早就想要出家了，结果拼命的爱，结果。两个人就产生一段插曲的。后来呀，这个要当尼姑的这个走了，英雄盖世那种武功啊，一蹶不振，每天就喝酒啊，然后那喝酒不是喝一瓶的，那是喝一大坛一大罐的，然后一直喝，然后就醉烂如泥啊，这个下衣他也没有感觉呀、然后这个就万草为心造了，他。就是他生命的一切，没有他没有办法过日子的。这你要他杀人或者是怎么样武功，他都有办法，他是失去这个女孩子，他就是等简直的要他的命一样的。可是他偏偏爱上一个出家的，他要出家吗？后来就真的出家了，他就回到西藏新疆那边，真的出家了。出家以后他是不要命的，他换了这个要杀人嘛，他换了国法，这个人家要砍头，他像跟高僧大德一样的解脱，无动于衷。他不是像高僧大德这种境界啊，他的就是活着没有什么意义，失去了他的活着并没有什么意义。生跟死，我五十年后也是一堆黄土啊，五十年前我是失去了他，拥有他。这个事情代表什么？你看，那个万法唯心造的答案马上就出来了。一切都是你的心的作用。它不是像师父悟道的无常法，拥有它代表什么？你失去它又代表什么？你今天他在我们的身旁，他有一天还是要死哦。你今天他离开我，我们忍耐一下，这时间还会过去啊。不一样，所以我还没看完。还没看完，你的那个一个人对一个人的执着，那种痛苦，那种挣扎，
就是什么都他都有办法，钱他根本就看，反正看他对朋友有益，对国家尽忠，他可以帮你牺牲生命。就是这个女孩子，她怎么样，她就舍不得，要命啊！真是，所以我跟你讲，炸毁，这是炸毁，没有办法的，没有办法啊！这个导演是写的那一份港剧的，这个写的很细腻，很细腻的。以至如何，下回分解。啊，真是，哎，我就悟到这个世间的。这个你不要碰到感情这种东西，什么英雄好汉豪杰都要包装起来，没有办法，谁都没有办法。哦，这描述的也是很危险。还有一个你知道吗，他是喜欢那个出家的当尼姑的那个，这有一个陈小姐，不是尔东城哦，是城哦，鹏程万里的城哦，陈灵树，他三番两次的救他的生命，后来他中毒了，还把他的毒气吸起来，救了他三次命，他怎么样子就是把他当作是妹妹而已，他那个是爱的不得了，所为他的做出了一切，然后为他牺牲，然后为他。违背被这个官府捉去嘛，然后他拼命的去救他，用他的一切的生命，他也不能感动他。当一个人不能接受这份感情的时候，你用什么样去讨好他，用怎么样，他还是不会动念，这也是万法唯心。他不领这个情，你怎么样拍他的马屁都没有用，没有用的，他就是不爱这个。可是我看看这个是比较漂亮的，人家当离婚那个也不怎么漂亮，奇怪，这个电视导演怎么会这样安排，神经病啊。哦，这个人家这个陈小姐，哦，难怪嫁我不会睡，我嫁嫁伊咧去做尼姑也不睡啊，他蛮好啊，奇怪，他就会安排的，胡大侠怎么会爱上他，但这个人又机智又漂亮啊，难怪他根本都不可能爱着他咧，对不对？奇怪，他就不喜欢他，用他的生命一切，所以我们这个心就是一切，我们完全这个女孩子，两个女孩子比较起来，这个又漂亮又机智，他就是不喜欢，就是没有他的缘，就还是讲心的问题，讲来讲去还不离开这个万法唯心造这个东西啊。好了，哎。底下啊，这个见分他一定要看哦，第六意识一定要看哦。哎，那么他就由这个第八意识的相分种子来变现出这个相分出来。再来，第六意识的见分的底下一个见分，哎，底下一个见分。也是第六意识能源的种子，第六意识的见分还不只是看境界哦，有时候他这个境界不必看呢，由无明的力量转换出来的妄想就会显现出这个相出来。哦，所以第六意识底下一个见分，就是由见分的本质幻化一个相分出来。为什么？因为他第六意识有境界也看，没有境界他就打妄想，对吧？开眼，是吧？开眼盲妄想嘛，闭眼盲梦想嘛，开眼闭眼都是妄想，所以这个第六意识不只是说精神攀缘这个物质的境界，前面一个，哎，他还。自我转换这个境界，自我攀缘，比如说晚上做梦，晚上做梦你有没有针对这个境界呢？没有境界，哎，这个无明的力量，无明就是变，就会变，初能变，二能变，三能变，这个无明的心虚力就足以叫你在晚上怎么样看到自己梦里面的境界，
你就当里面的男主角，当男主角，那个境界你也是认为是真实的。可见第六意识一定要看，第八意识蛤蟆你一定要看，我就变一个假的给你看，意思就是由我们的精神作用再转换一个像给你看，其实你看到的像怎么样还是不实在的。所以见分，这个本质的见分，因为第六意识一定要看，由维系的本质见分再转换一个精神上的作用，叫做相分。意思第六意识还要在攀岩见分本质所引现出来的这个相分，这个相分。所以由见分攀岩本质见分，就产生第六意识所谓的相分，而这个相分完全是心法的作用。为什么唯识叫做变，变就是识的专门。好，再来谈第七意识。第七意识，第七意识只有一个见分，第七意识它一定要攀缘，所以在第八意识的本质的见分转换作一个相分给他执着。所以第七意识就拿第八意识的见分当作自己的相。前五识也要四分吗？第六意识也要四分吗？第七意识它没有针对境界咯，它只是在第八意识的见分加上一层执着，我贪我痴我嗔我慢啊，贪嗔痴爱啊、哦、啊，那么这个第七意识他一定要攀岩这个相分，那拿什么当作相分呢？就拿第八意识的见分当作是自己的相。可是第八意识也是心法啦，好，所以说第七意识的见分就看到的是第八意识的见分转换成一种执着的相分，转换成一种执着的相分。那么因此第七意识的见分攀岩第八意识的见分本质，就中间化作一个相分，这个就是第七意识的执着，这个相分就是加上一层染着的境界。简单讲，一切境界现前都是第七意识的染物，第七意识的染物。所以我们这里要解释一下，第六意识的见分是脱法尘为本质，法尘就是落懈的影子，落懈的影子。然后自己在事上意识的事上变相而攀岩，这个叫做影像相分，就是第六意识托这个法尘为本质，就是自己的内在的心法，然后自己的意识变这个相，这个叫做影像相分。那么第七意识攀岩这个见分的本质又跟第六意识不太一样，所以古时候有人讲，所以以信言熏真代子，中间相分两头生，以心颜色四代子，中间相分一头生，代子就是代子境啊。以心圆心真代子，以第七意识的心就是见分啊，圆心圆第八意识的见分叫真代子境，真假的真，代代子的是腰带的带，直慈爱的慈，慈量的慈，以心圆心真代慈，就是用心第七意识来沿内在维系的第八意识，那是真正的代慈境啊，就是维系最维系的真代慈境啊。
中间相分两头身，你看第七是见分攀缘，第八意识见分，中间不是有个相分吗？啊，这个相分就像灯，第七意识是一个灯，第八意识的见分也是一个灯，这两个灯如果放在一个距离，中间是不是产生影子？中间产生影子，好，就是中间相分两头身，相分就作为第七意识的攀缘，也作为见分本质所产生第七意识攀缘的相分，叫做以心圆心真带子，中间相分两头身，以心圆色四带子，中间相分一头身。你比如说第六意识，第六意识上面左上角的见分攀缘这个境界，对不对？这个境界就是色法，对不对？这个色法就是四带子，类似的事，不是一二三四的事，相似的事，相似的事，以心圆心就是真带子。那么以心圆色攀缘这个色法叫做四带子，是类似这个带子境而已，它不是真正的真带子境。中间相分一头身，所以第六意识有三种作用。第一就是五计起事，就是配合着前五事起来，配合前五事起来。一种就是有执独影镜，有执独影镜，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我们文殊讲堂，回去以后你观想文殊讲堂，因为我们本来就有执爱了，回去以后独自观想，哎，就是独影镜，影就是电影的影，影响的影。有执就是我们呢，文殊讲堂，你现在眼睛看得到，可是我们回去以后用第六意识去观想，这个就变成有执独影镜。一种叫做无执独影，什么叫无执独影？比如说龟毛啊、兔角，乌龟哪里有毛？你看过乌龟的毛吗？没有。你看过兔子的脚吗？兔子也没有脚啊，龟毛、兔角就不实在的，那个叫做无执独影镜，就自己啊妄想观想出来的。所以啊，人的心一动，那个相就会产生出来，因为意识会变出这个相出来。当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你不做梦也不可能，因为意识一直在转动，一直在变嘛，你非看到境界不行。看到的都是什么？都是妄想，都是你意识转变出来的东西。好，因为我们维持研读班的境界大家都很高，所以这很简单，这一章哈，回去你就会跟人家解释了啊。听到爱情，哎，没办法啦啊，好了，那这样子你至少有个观念，再慢慢慢慢我再来解释是吧？好，再看43页。A 啊，第八意识的中间一个圆圈圈啊，中间写一个八啊，第八，第一能变，这个第一能变就会有维系的精神物质分开，就见分啊相分。第二能变呢，就挂上一个圆圈圈啊，里面写个七，就是第七意识啊。第七意识也有见分跟相分，可是第七意识啊本身不面临这个境界，因为它并不是有真正的实体的外境，而是第七意识是心法的染污，所以第七意识与第八意识挂钩住的，以第八意识的见分来当作自己的相分，所以事实在讲，第七意识就是染污了第八意识。因此第七意识一定要看哦，就以第八意识的见分当作是自我。换句话说，本来这个见分跟相分是本来就存在的啊，并没有所谓的啊，
啊对立的，一地气是染污跟执着啊，然后就变成一个执着的渐层跟相分，三合大地就变成第二能变的。再来第三能变就是眼耳鼻舌身意，最后也有个写个渐层跟相分一样，变成一个对立的境界的相分，一个精神攀缘的渐层。换句话说，这个通通是第八意识所影现出来的影像相分，影像相分。好，再来44页 B 三能变是自证分，自能变是为所依。为什么讲所依呢？因为渐层跟相分必须依靠自证分而起的，所依就是被渐相二分所依靠。比如说蜗牛的肉，蜗牛的肉就是自证分，如同那么二分就如同蜗牛的两个脚，当两个脚收回来的时候，当渐分相分摆平的时候，它就化作自体分，就是自证分。当自证分受到熏习的无明染污，它就化作渐相二分的精神物质独立，对立的强烈。所以自证分叫做自能变，因为唯识叫做变嘛，是就是一直变嘛。所以当你放下就能够不变，放下该承受的就承受，不要常常抱怨，由业力感应而得来的吗？二分就见分跟相分，就自所变能依，自己所变现出来的。一个是能变，是自所变是由能变变出来的，自所变就是由自证分变现出来的。能依它能够依靠自证分。七四体意识的体性本身就是分别，能够分别的就是四，就是见分所分别的就是我跟法，我就是人生，法就是三合大地啊，就相分呢。第一，最里面的那个叫做正智正分，能够亲证第三个智正分，原见分不谬。这个我们要是从外面看的话，也比较清楚。最外面叫做相分，最里面的叫做正智正分，所以见相二分属于外，智正分、正智正分属于内。好，我们现在来由外面来看，左边相分，相就是一种相状，你直接可以感受出来，看得很清楚，听得很清楚的相状。所言为意，就是被见分所攀缘，所缘为意啊。若见缘心，意以心为相，这个少打一个字。若见缘心，意以心为相，也是用心来当作自己的相，那么就当作是所缘的、所攀缘的、被人家攀缘的。再解释一遍，相为相状，所缘为意。相就是我们外在的形象，它是被攀缘的，被就是被动的，就是所嘛，主动就是能嘛，所攀缘来当作是啊这个道理啊为意。为什么就是讲相分呢？因为它是被攀缘的，境界是被我们心所攀缘的嘛。底下比较难懂，这若见缘心，如果啊见能够攀缘的心，就是如果你了解这个攀缘的心，也是以心为相，也是用心来当作自己的相的攀缘的对象，但为所言，这个心所变现出来的相分也是被心所言的。简单讲，相分包括两种，一种是相，一种是心转换出来的相，也是
通通是对所缘的，通通叫做相分。简单讲，山河大地是业力所变现出来的，也叫做相分。由内心的无明力转换成现，转换成这个境界，由你的内心自己去攀岩，自己去观想，晚上自己做梦，那个也算是相分。见分能言为义，为心性明了，能照前进，这又少打一个字，也少打一个字。能够攀缘，就是见分的本能，为心性明了。这个不是明心见性啊，不，心性明了就是他看得很清楚，清清楚楚，有这个精神作用哦。能照前进，你少一个前面的前，能够看的看到前面的境界，能够攀缘见分，不是看得到的，这个叫做见分，眼耳鼻舌身，这个通通叫做见分呢、啊。只要精神作用，通通叫做见分呢、啊。这个见不是看得到，也只有眼睛而已啊，不能误会啊。智正分是相见二分所依，相分跟见分所依靠的，能够亲证见分，能够证明见分，能够证明这个精神作用是确确实实存在的。言相分不谬，攀缘这个相分啊，为什么？因为它是由智体分是转换成见分跟相分，所以它能够证明这个精神作用的见分清清楚楚，但是也能够攀缘这个相分的境界，因为这个境界就是自证分所显现幻化出来的对立的。那么正自证分以自证分互为体跟用，就所以说正自证分能够亲证第三自证分，言见分不妙啊，所以啊他能够亲自证明第三智正分是确实没有错了。缘见分不妙能够沿这个见分的心法认为这个是肯定的。因此见分相分见分智正分正智正分这三个都是心法。相分这个是外在的物质。所以说见分相分这是指外的。就体跟相来讲，见分相分是外，智正分正智正分是体。就心跟物来讲，相分是物，见分智正分正智正分是心。45页，相分是所言，见分是能缘，这个都是虚位的。以至今天你看到的山河大地人生包括一切，没有一项是真的。我们就是在错误当中过日子，我们就是在错觉当中去过活，我们就是在严重的扭曲的世间里面认为是实在的，是我们有痛苦。我们不明了这是无常法，这是不实在如梦幻泡影的，如一如电的这个世间，因此我们过起来的确很辛苦，也很负担。因此拼命的攀缘，拼命的执着，然后拼命的过这个无意义的生命，人类是很可怜的。第三，智正分能缘这个见分。第四，正智正分能够证明智正分没有错，能源自证分这是真实的，只是里面的作用而已，体面自己的内心的作用而已。一心王心所四分，相分就是所见诸法之相，见分就是所缘诸法之用，就是事相。事相的意思就是意识变现出来的相还是心嘛，意识的相就是意识转换出来的外在的境界。自证分是所证之能缘的见分，
正知正分是能正知自正分者，这个就是事的性，意识的本性，事性，事的内在就是性。心王心所四分，相分、见分、自正分、正知正分。法就是三合大地，就是相分、见分。法就是能分别三合大地的作用，自正分法就前二分所依的，又能够攀缘这个见分的。正知正分是能够攀缘自正分的，比相分假出前啊，见分移出力，自正分假以同力之合同，正知正分观判合同。那么这个我们刚刚就谈过了，并不困难。诸位看46页，46页就是这个机，机根生眼耳鼻舌身意，亲内就是我们的色身呢，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亲，所谓亲，就是我们的本身呢。